大帅呀，过来一起嗨呸！你瞅着，你一来就去找胖虎去，玩游戏嘛。胖虎玩的可好了，你不挑战挑战他？不要，去玩那个蝴蝶去。蝴蝶飞呀，大帅呀，胡彦钧。去你的厕所当卧底去了，胖虎玩挺长时间了，我要不是怕他累瘦了，我都不给他抢过来。你看，我一用胖虎刺激他，他就成功。但是你没有长性呢，玩这玩意儿，出来呀，大帅。哎呀，跟主人亲有什么？那不算厉害，你要做到随时能够招蜂引蝶，去引蝶去啊！你就引新鲜的蝴蝶在那空转呢，快去！我们家电这儿就剩11块钱了，多费电呢！啊！你不玩儿。就是对国家电网的浪费，我给你扔过去，你就明目张胆、大摇大摆就错过他了啊！你瞅，还挠你小肚子呢，你瞅，你还把腿抬起来了。你太令我失望了啊！在玩这玩具上，你做梦比胖虎失败啊！你没有胖虎表现的热情奔放。我跟你在这犄角旮旯干啥呢？班我就撤了啊，大帅，我走了啊。你瞅，哎呀，都是挺粘人的。